哦，准备有没有人？我背景声会不会太大呀？好眼瞓添，死啦！我开台啦，开台啦，9点钟又要睇迪喎。背景声会不会太大？听唔听到我讲嘢？二三二三。好，我迟咗几分钟，唔使冇人啊。迟咗几分钟啫，咁少人嘅喂。喂，声音画面有问题，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喂，几眼瞓？我 OK 啊。如果太细，即系背景音乐太细声或者太大声，同我讲翻啦，我听唔到。我打一场先啦，眼瞓到 PK 啊！即系开台前，我阵间瞓紧觉，其实我想讲，系啊，即系我校闹钟系8:55响 ，BGM 太大声。我教细咗啦，一二三，一二三。细佬就太大声同我讲啦。好啦，暂时系咁样先啦，声音话，之后教细咗，睇下会再大。我真系想打字啊！我开始啊，星期五晚。我有 AK 起手。我未有通知。我已经细咗，应该好细嘅而家。跟上次有人话太细声啊，即系我自己听翻系，而家再细咗两格。好啊，其实背景音乐听到就 OK 嘅，即系听到又唔会，因为太，因为如果完全冇背景音乐咧会瞓咯。多谢阿南，完全冇背景音乐会瞓着嘅，其实。好嘅，我死好想瞓觉咧，顶啊！如果我而家扣血就可以开到女犯嗰个技，因为我而家用咗两张牌。哇！我俾人秒曬喎，全場冇藝角，又大聲啲，即係點啊？喂，多謝 Ken 啊 ！B 做咩起身啊？我冇講你走啊 ，B 瞓啊 ，B 瞓咗個大髀好耐。肯定有人抬走啊！咁啊，未啤。好啦，唔经唔觉又一个礼拜啦。咁今日可能少人啲咯，因为冇通知嘅关系。啊，冇通知外加嗰个星期五获得106个人。屌你老味，讲咗咪讲清楚，你大声啲，跟住人声真系真系好鬼真，好鬼真，我真系好鬼真呢啲讲嘢讲一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停！即系呢啲类似呢啲 friend 系唔好停，真系好吓，好吓人真啊！呢啲真系，哦，
逃跑。哦，自己有嘅。好难打啊！喺度都系要掉牌食花生。我呢度搞群嘅话又哇，好彩好，好啊，难打呢度。唉，死得系咁打，喺打下唔好。有司马喎，即系一号位司马啦，系嘛？好，激到你哋。此战如有你我一人在此，何惧华雄？因为你点死翻转头啊？即刻埋到先。打一，一号名司马啦吓。如果一号唔系司马，就我系司马啊嘛。我明白是司马嚟啊嘛！哇，呢场真系打边个？呢场我打边边都死啊！好，哇！呢个群雄都系搞笑嘅咁。喂，有冇人讲下呢一场系打乜？第一场好少直播第一场输嘅喎，但系呢一场我睇唔出点样赢我嘢。好啦，有自己有，但系都无补于事喎喺度。呢个丁凤又系低能，你根本黄盖一定爆喎呢下。即系黄盖，既然黄盖你都一定要爆啊！咁你点解唔爆我先呢？我喺度打司马，但系佢跟住之后发都得双杀。呢下就好有问题，呢下冇理由唔打雷电，我觉得呢下唔打雷电低能，绝对系低能嘅呢下。shit， 好眼瞓。一我都要死嘅啦，其实因为呢下借都，呢下借到又 OK 喎。但呢下桃园结义就有啲奇怪喎。好啦，有 AK 但系点办？有 AK 但系冇距离嘅。佢又唔敢打司马，佢吹一，哇！佢咁喎，低能嘅佢今日。咁啊，尴尬喎。好啦。但系如果司马可以帮我电死太后都 OK 喎，又。哇！呢下。哇！好癫喎，佢哋呢场，其实呢场我有得赢嘅呢场，我想讲。只要冇人发现到我的存在就可以，听落系咪好神奇啊？得，哎，呢、這个司马又系弱智喎，点会打？点会呢个时候打黄盖啊？唔合理喎、啊！哦，佢哋做个行动，佢哋做个行为系唔合理嘅、啊，其实。哇，真系有得赢喎，分分钟，只要。
太后，太后呢个问话，吓佢又帮佢判呢下，真系莫名其妙啊！呢班人嘅行动逻辑系你掌握唔到佢哋嘅行动轨迹，你系掌握唔到。因为佢系咪低能嘅？我真系想问。因为呢个王盖又真低能。好，废啦！我食菜喎，顶你啦！废啦！食菜啊 ，TK。如果独菜断我裤都还好，但系佢断我主，我死紧。唉 shit！ 唉，佢呢个白痴啊，呢个食徒先啊。出面冇 WiFi 嘛，睇重播。佢估啱咗伴侣犯家乡向，佢估佢点啊？呢个李典呢个李典梗系拼咗点先噶啦。讲真，呢个位我冇一张大牌。睇先，如果司马一点得死也打。哇！濑嘢啦，咁就濑嘢啦。点打呢？哇，华佗啊，佢华佗唔够人都算系冇啦。呢下太后好大机会赢。呢个食菜 ，OK。点搞呢？因佢毒死司马嘅，因为王驹又系有一日低啦，有点而都可以亡嘅呢下，哎死埋！第一场就死得咁莫名其妙啦，我话呢场唔算太快，由于呢场死得太快，所以唔算。我都唔系喎，15分嘅咯，其实而家都，但系都唔好咁快啊。哇！今日直播好静喎，系咪真系？由于冇通知，其实 YouTube 上咧做直播冇通知系差好远，因为佢其实真系唔系咁多观众系固定噶嘛。啊，真系有啲观众你唔系，即系如果你睇开就知道会有喺呢个组合，即系睇开你可能会知道系逢星期一、三、五、六咁样，但系即系可能有啲真系唔系睇开，或者系做紧其他嘢咧，佢又唔为意啊嘛。系啦，真系唔记得啦，呢个正常嘅，我都冇办法啦。所以做 YouTube 好被动，真系受制于 YouTube 嘅。其实虽然听到好似废话，但系实际上咧，即系如果 YouTube 有心玩残你，你基本上都系死紧。妖你！好啦，嘅灵统加女反算系几强嘅组合嚟呢个。灵统嘅限定技好紧要嘅，其实即系灵统嘅限定技系往往系紧要时刻救场。哎，好彩有两个敌对势力啦已经。华石后拉起火嚟，点解咧？华石系咪乜？好似睇我单身啊，讲咩大陆华石咩？唔知乜鬼嘢啊！哦，但系我都唔系好知啲电脑嘢，我就唔识嘅。哇！有毒条，又系淤吉，又系呢个，呢个是非人。喂！黐线！屌你老味，咁啊搞到一次，一定搞到二次喎。但系而家真系量唔到，好老实讲。呢个丁凤真系搵嚟搞嘅，有冇搞错啊？低 B 嘅咩？走咩杀啫？好地地，佢手牌又冇日出嘅情况下，你走咩杀啫？
好啊。中國分佈咗日本同我 hotline 合作就係好似係我估到你用呢咁嘅死毒能都係關於 hotline， 即係 hololive 嗰啲嘢你先會知噶啦。我覺得奇怪點解你要好地地會講呢啲新聞？點樣有分？點樣為之中國分佈嘅？其實我好好奇。即係華碩，其實係咪本身就係中國嘢嚟啊？有中係咪先？即係我唔係，其實我唔係好明點樣為之中國分佈，因為你始終都係你隸屬。你如果呢間係美國公司，你始終係隸屬美國噶嘛？你冇我又唔係好信一個即係台灣公司啊。咁我點解即係你點解可以分佈可以咁大膽可以作出呢、這、一個？即係作出呢一個咩啊？行動啦，係咯，呢個我未聽過有啲咁可以脱離，即係脱離總公司嘅控制喎，可以，我真係未聽過。玩啥？我都可能收皮喺度。哦，我可能死喺度要。華碩作為中國公司，佢自己搞掂啦。呢個華碩就，啊又死啊黐線！咁唔奇，可能華碩本身就係中國公司嚟。啊，可能華碩本身就係中國公司嚟，可能佢扮，即係你知大陸公司好中意扮到係嗰啲，係啦，即係話自己唔係中國噶嘛，即係好多 game 都係咁啦。好啦。其實講真，呢個中國台灣問題要搞幾耐，搞幾多年？我想問一下，就係好煩。即係當然我明白，作為主權呢樣嘢，即係點解大陸又咁點？即係呢個其實呢個當然我哋普通平民好難明嘅，其實即係你所謂嘅領土啦，講真，你攞咁多領土有咩用呢？其實係咪先？即係中國係咁又要攞新疆啊嗰啲，又要成咩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係例牌都係拋呢句。咁你中國咁勁，你攞埋俄羅斯去咯，成個俄羅斯攞埋，反正又唔使你，反正中國同俄羅斯又唔使過海咁方便，咁你成個俄羅斯話埋。你直接話俄羅斯係中國嘅咯，你咁勁係咪先？成個蘇聯攞曬佢咯。講真，台灣呢個島國係咪真係要嘥咁多？即係幾時先搞得完呢個問題？其實好麻煩啊！即係近呢廿年係好激烈化。即係以前我讀書嘅年代都有話咩？即係可能你會聽到台灣同中國個問題，但係嗰陣時未有咁嚴重嘅。我想講，即係嗰陣時中國未有咁有，即係中國嗰陣時好窮嘅嘛。你知我細個年代。即係無可否認，近呢十幾廿年中國起飛咧，即係開始大支嘢咯。你可以睇到，即係行路都牙下咯。即係而家，我真係好其實好麻煩啊！即係我即係你話你有一個平民嚟講呢啲咁嘅主權嘢係咪好重要咧？即係我哋平民係感受唔到啊！當然，因為我哋又唔係台灣人啦，當然。咁但我哋理解，即係作為台灣嘅話，佢嘅主權問題係不嬲，即係佢哋會明噶啦，即係呢個身份問題嘛。即係就算係香港係啦，即係我哋就算係被逼係啦，承認香港係屬於中國噶嘛，即係呢個冇得否認噶嘛，呢個一定要認噶嘛。即係喺咁嘅情況下，我哋都仍然唔想放棄香港人嘅身份啊嘛，你明白係咪先？即係我哋即係其實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咧。係啊，個心知道其實呢，即係我哋香港係屬於中國，呢個係冇得改變嘅事實嚟嘅。嚇，但係最起碼要保留翻呢個地區啊嘛，大佬，即係講，譬如你廣東話呢啲係文化，或者你香港人係咪先？澳門人係咪先？即係我哋冇話自己唔係中國人啊，但係佢而家問題係中國嘅態度，直情想抹消咗呢樣嘢，即係想同化或者殖民。即係只有對殖民地先會行呢啲政策咯，我覺得你如果。即係如果中國真係當香港，佢根本其實中國咧，其實大家都明嘅。講真的，即係佢當然係唔係當你自己人咧，佢係根本係想行呢個同化政策啊嘛。
係咪先？佢根本直情係想係慢慢抹消呢一個文化，即係作為呢個統治嘅根基啊。因為大家知道，其實香港不嬲俾英國統，即係英國係有心玩嘢嘅。當然，即係英國臨走嗰幾年係咁搞民主啦，係啦，係有即係其實英國係有心。如果你有讀歷史，你會知嘅。多謝可唔可以俾條山度？即係英國其實係有心玩嘢嘅。臨回歸前嗰幾年係搞埋曬啲民主咧，即係搞到香港人係。即係又要普選又要成，跟英國怕攞又走 Q 咗啦。咁但係呢個冇得講嘅，我覺得你哋即係呢一個係廿二世紀嘅大，即係民主呢樣嘢大時代趨向嚟啊嘛，係咪先？啊，總之而家呢個政治局勢都好煩啊！即係呢個我哋其實加上香港真係喺即係呢個點講係真係喺個核心中央咯，只能夠講啊喺呢個核心中央，即係見證咗一個時代變遷。好老实讲，其实中国就好明显系想香港人消失嘅呢、这个事实，呢个好明显睇得出啦，啲又唔使兜嘅，其实佢哋行嗰个政策系咁啦，最少啊，最起码佢哋系想香港人系冇咗呢一个香港人嘅身份，系啊，即系佢哋基本上佢哋想要嘅就系嗰啲奴才啦，简单啲讲系啦，就系、是、要奴才，即系根本佢哋。即係喺中國嘅隆中隊啦，所謂係啦，中國嘅隆中隊嘅政策入邊咧，根本係唔需要香港人呢樣嘢啊嘛！即係喺佢統一嘅藍圖上係根本呢樣嘢多餘，因為如果你太有呢一個自我身份嘅話咧，即係代表你係唔肯歸順，即係唔肯完全100%歸順啊嘛！咁呢個作為當權者嚟講係唔需要啊嘛，係咪先？即係當權者只需要完全服從嘅臣民，佢唔需要嗰啲有自我意識，即係作為一個獨裁國家、獨裁主義啊嘛國家。嗱，獨裁本身唔係獨裁主義本身唔係一個泛，唔係一個貶義詞嚟，我想講係啊，本身都係即係中央集權本身都係一個統治方法啦，係啦，即係有分民主啊或者資本咁樣。所以獨裁主義嚟講，其實最罩忌就係有呢一個民主，即係有一個自由嘅意識咯，只能夠講。好啦，佢係想要地向，佢根本就係想香港人最好消失曬，唔知點解，係啦，唔知點解突然間消失曬，係啦，唔知點解，總之香港人唔知點解突然間消失曬咯，咪就係啦，唔知點解咯，係咯，就係咁啦，呢一個。咁所以其實過埋，我相信過埋我哋呢一代香港人咧，就下一代開始就唔會有香港人，係啦，因為佢基本上下一代開始已經冇曬嗰種民嗰種點講本土意識啦，可以話，因為你而家出世嗰啲小朋友，咁你其實可以睇得出啦，由佢翻學、幼稚園、小學、中學，即係由佢嘅教育制度嗰個課文啊、通識嗰啲咧，其實根本係。一個國家要洗腦係好易啫嘛，佢喺教育嗰個著手已經搞掂啦，係咪先？咁你即係你陪你而家啲小朋友翻小學，佢學嗰啲嘢全部都係歌頌呢一個祖國嘅，係啊，全部都係讚揚呢一個中國點點點，係咪先？咁佢第一就好似一定會洗腦啦，呢好正常啦，由細咁就算你真係保持到一個正常嘅意識都好啊，咁你要考試要攞高分，你講唔講啊？係咪先？即係你考試，如果你通識嗰度要高分，或者你歷史要考高分，你一係就咁你講唔講？你唔講咪錯咯，咪冇分咯，係咪先？咁所以基本上咧，呢一個下一代都開始都冇噶啦，係啦，咁啊就係咁啦。呢一個喂 ，hello 阿 B， 咁所以我只能夠講就是即係歷不嬲，其實歷史嘅巨輪都冇辦法阻止嘅，即係咁轉嘅話，即係。普通人你除咗即係作為呢個當喺呢個漩渦當中，你除咗順從之外，即係除非你係想要改變世界嗰啲中二病嗰啲啦，係啦，即係我即係當你去到某個年紀，你會睇得好正常，即係冇咗，即係你呢啲係冇得改變，我自己覺得係啦，咁啊就係咁啦，好啊準備。嗱我例牌每次唱歌都要講一講自己嘅狀態。啊，雖然我唔想講，即係我唔想每次咁講，但係事實上每次唔知點解臨尾有幾日就會好鬼忙。咁我其實講下，我有條 job 嘅，即係我有個撇日，即係有工作啦，叫做係啦。咁我今次就唔係拍嗰啲手機 game 啦，今次其實都唔係咩大不了，只不過係開箱啦，係啦。咁我將會開一嚿幾皮嘢係啦，好貴嘅。啊，總之我之後會有一條片係開幾皮嘢箱，咁就係正因為我要搞呢條片咧，其實都唔係睇。即係其實我啲片嘅水準不嬲都係嗰啲係好求其嘅，大家知啦。即係講到好似好勁，
咁因为搞条片搞成几晚，要搞好鬼多嘢顶。吓、啊，你冇问题，可能一条你即系可能一条好普通嘅片，其实你背后你要讲啲乜啊，或者系你点拍咧？你大致上都要谂。我再搞条片，搞咗呢几日都系唔得闲。咁当然咧，拍完嗰几皮嘢要俾翻佢啦。就系、是、咧，即系我都。我有問過，其實使唔使還？即係我明知故問嘅，我先問係廢，即係幾皮嘢嘅 product， 我跟住問到咁使唔使還？係啦，咁梗係要啦。咁我答案梗係要啦，係啊，即係如果幾皮唔使還嘅話，其實即係基本上我拍一條片係一定冇幾皮先啦。我想講，即係係嗰件貨品係超過咗我嘅人工啦，係啊，所以就冇可能唔使還嘅。啊、但事實上我亦都唔係話貪嗰啲嗰件貨，我都要問一下嘅，我真係問使唔使還啊，使唔使還？咁啊，梗係要啦，係啦。咁啊，總之可能遲幾日你會知係咩嘢啦。OK， 咁所以嗱，呢度講明先啊，點解要講呢啲嘢咧？就係揾藉口咯，就係即係呢次真係冇練過啦。好老實講，今次真係冇練到歌啦。之前起碼都有練過咩藥水三千嗰啲，但係今次係完全冇嘅。OK， 係、啊、所以。加上我發覺好似冇乜人點歌啦，即係我見人點，但係佢點嗰啲歌基本上都唔想唱嘅，我都係嗰句啦，即係唔係太識唱啦，唔係唔想唱啫，唔識唱，即係太舊嗰啲我又唔想唱，即係舊到係我老母個年代嗰啲咧點唱啫，大佬喂，你諗下張學友嗰啲歌係咩年代啊？我問你啊，係啊，《惡狼傳說》係一九幾年啊？我舉個例啫，係啦，《惡狼傳說》嗰啲啊。所以講真，你劉德華啲歌，劉德華都唔係歌星嚟嘅啦，根本劉德華唱歌都唔好聽。你哋有幾多人覺得劉德華唱歌係好好聽嘅？我想問下，我由細聽到大嘅四大天王啲歌咧，我反而覺得郭富城嗰啲歌仲即係我細個仲中意聽，但係劉德華我真係由細到大都覺得佢唱歌係唔好聽嘅。OK， 係啦，佢只不過有啲歌係好經典啦，劉德華嗰啲係啦，即係劉德華《天若有情》啊嗰啲。但如果你話劉德華啲歌好唔好聽咧，我真係好老實講，我真係覺得劉德華唱歌係四大天王裏面最差嘅。你點？你我首先我想問下你贊唔贊成先？你覺得四大天王唱歌最差係邊個？我覺得劉德華佢唔係難聽，但係劉德華唱歌係冇乜特別咯，即係佢冇乜技巧咯，只能夠講係啊，可能得罪劉德華啲 fans 啦。咁但我本身就對，即係我本身都 OK 嘅，劉德華都中意，由細到大都我表哥係好中意劉德華嘅。系啦，我表哥系好中意刘德华，佢英文名叫 Andy 你都知刘德华英文名就系 Andy， 所以我表哥，我哋细个咧，我唔知你哋系唔系啊，而家即系你哋呢度倾下偈先啦。你哋嗰代系唔系？我哋细个即系我有几个表哥表妹咧，通常会揾一个人中意啊嘛。啊，通常以前，因为以前都会，譬如你有几个表兄弟咁样，你圣斗士都系嘅，你会揀一个自己最中意嘅，通常都唔会揀重复，系啦，即系我细个圣斗士咧，我最中意冰河，系啊，因为其他啲人揀咗，系啊，跟住佢中意子龙嗰啲，我即系我又唔中意，即系细个唔中意乸型啊嘛，信嗰啲，系啊，我细个就觉得冰河系最好啊，但系其实后屘我发觉咧，即系如果你后屘再揀，我会揀一辉咯。即系冰河，你后屘其实谂翻，你基本成个孖宝嚟嘅啫嘛，即系咪先？即系冰河咪成日潜入水底睇佢老母啊，变态！我而家觉得呢个行为好变态，你点睇？啊，细个觉得好似即系细个觉得个画面好靓啊，即系佢冰河个阿妈咁后生嘅系咪先？但系而家谂翻，你觉得呢条心理有啲变态。系啦，咁啊，所以四大天王就通常拣一个中意，我就拣我细个中意郭富城咯。啊！細個我中意郭富城咯，張學友應該唔會有人中意啊！你講真，即係我哋細，即係細蚊仔睇樣嘅啫。講真係嘛？好啦，開波啦！咁我哋尷聊咗咁耐，等先啊！好，等我一等先。唉，哇！好靜，靜到隻耳仔痛你，睇下先啊！我最近換咗個新嘅手機 app 啊，即係可以播到落電腦，但係要俾錢嘅，係啊，要俾錢啊，幾嚿水誒，佢話終身啊，係啊，即係幾嚿水，即係佢俾個會費啊，叫做佢個 app 要俾錢啊，即係三嚿水港紙到啦，係啊，係面佢據稱係終身可以誒享用呢、這、一個嗱，你我想問你哋係咪覺得好奇怪？點解即係點解手機？个画面播落电脑度要俾钱咧，其实即可能如果你有做 YouTuber， 你都知道。其实有我做咗 YouTuber 咁多年啦，已经系啊，即系你会发觉原来即系将部 iPhone 个画面播落电脑度系极度困难嘅。
之前以前早几年有，但系唔知点解俾人 ban， 可能苹果 ban 晒佢，佢一定要可能苹果系一定要你俾钱咧先至可以博到落去，系啊，所以我费事烦啊，即系要开终身唔使烦，三嚿水我当豪俾佢算啦。我开波啦，我唱翻上次嗰首先吓，大家嗱今晚咧，我想讲今晚嘅标题咧，系啊，而家啲人走，你系走啊快啊，提醒啲人。今晚嘅标题咧系唔要声系啦，我的声音不要了系啦，即系今晚系烂声噶啦，预咗。咁由于我冇练歌嘅关系咧，所以我拣啲歌比较高难度啦，系费事话 hea 你，费事话 hea 大家啦，系啊，所以我拣啲歌应该比较高难度。其实唱三首嘅啫，今晚系啊，唱三首。咁啊，第一首咧就唱翻上次嗰首先啦，系啦。咁啊，嗱声应该 OK 啦。好啊，准备啊。咪等先，好怕，有啲怕丑喎。等先，突然间唔知点解有啲怕丑，唱咗咁多次都唱咗咁多晚，但唔知点解都系有啲怕丑。好啦，嗯。三千春江水，斩住寂寞天空。逛够了世界，撇尽了春风。喂，音乐会太细声，同我讲啊，系可以即系可以随时嚟过，因为。活着这活着漫长，在细水中畅泳。偶尔爱上过一些倒影，留意那星河流流过几道明星，浪停下像那着镜，难辨旧日风景。山水非山水，冻了变雪堆，山水半山水，遇热若雾水，混杂住往后便是泪水，牵生出心碎，狂掉若花水，醉了爱再醉，会跌进漩涡太虚，这于渠里，浸于玉里，同样乐似春水，汗滴在血海看不红，散最后味道与茶浓不浓，那是快感还是痛，深海里永远看不通，静静地放游在清空，一转身可以化尽了归宿，口干了便喝尽那么浓，像喝掉如梦如幻信不信清水火水一样站住半空，汗滴在血海空不空，散最后味道与茶浓不浓，那是快感还是痛，深海里永远看不透，静静地浮游在清空，一转身可以化尽了杯中，口干了便喝尽那么浓，像喝掉如梦如幻信不信，活着若是梦，是梦蝶让水色震动，撇够了冷雨得到星空。好，完结。我跟你说，麦浚龙唱现场都是这么上下水准的，即是 Juno 唱 Live 都是跟我差不多，所以其实这首歌我本身都喜欢的，我开即是因为是有人点呢， 我其实实不相瞒，我睇返先，之前我呢首歌有十年，出咗十年，係我冇聽過嘅一首。
啊，咁所以有时有啲歌咧，系其实可能有人唔知机缘巧合啊，你听过咧，你先会中意听。呢首系其中一首，所以呢首其实我唱，我自己私底下唱咗好多次。即系当然假音，假音呢啲嘢冇办法啦。即系但系个问题系吓，即系我如果中意嗰首歌，我一定要唱到好熟嘅。好啦，呢个第一首《成功复仇》，其实本身上次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其实好啦。今日唱三首啊，第二个第而家唱第二首啦。咁啊，其实呢首歌咧有啲部分有好多人点啦，一次我唱晒，冇 Q 反啦。好啦，喂，就系够钟啦，快点啦，就几耐？喂，就有两分钟够钟，快点，快点，快点。好啦，快点啊！我哋唱 K 就有两分钟，会点咩歌？爱你，我管不了是祸，未想过是为何，能爱着你苦也未去多，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 ，See me fly。I'm see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藏更愉快。凭我彻底的勇气，爱是最大权利，不理场面不伟大，我共你始终同游生死。还有那一种意味，快过一切在乎你。没有想过太多，我只需要你。恋爱大过天，想不想也日夜怀念，连甜梦也不够甜，怎么闪？同学之中会遇见。Shall we talk?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我带着情意，一丝丝砌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怕幻想再会期望，愿问别伤心。明明无语地醉过吻，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伤透质感。假使我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改写了剧情，无言地漂泊。我想哭，你可不可以暂时别要睡，陪着我，像最初相识。我当时未怕累，但如果说下去，或者我有说话未曾讲，你这刹那在何方？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在身伴在旁，如神歌。成熟这是变灰梦，心中记忆。我话国语话完全唔识唱。我的爱如胶水，爱如胶水将我向你推，阵阵阵坠。擦着我包围，冷冷雨窝，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滴入仿佛要等你经过，答应我你从此不在视野的徘徊，不要像是轻易放走你滋味，这样微笑我相随。风继续吹，
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冷冷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雾，我的心可般烫热，今天已变了冰冻。来又如风，你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就算你壮阔胸怀，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别离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多。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受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Darling, I want you， 你竟不知，默默向风外企，去等心中弃子。真无下次，欲问我知，却也停止。痛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痛都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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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可以不爱他？莫非生命只配有一个他？到念没法相处，再去记他好处，凭回忆制造这自喜的笑话。女士，发音不识唱，难舍弃，抱不到你。那年冬天，两心遇上，没逃避。可以笑的我好难唱，不会哭。我想知的心，哪怕孤单。我拭目之余，像言爱，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去，来忘掉过去，成功到温暖日子，总有露出。哇，入脑皮。去转我孤独力，在梦里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军。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婚礼。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会留低。哇，又唔识，要识入。别发生，从来没尽力。哇，唔识唱啊！如何能从十顺手顺那走着我吧，一方面值得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寒凉的，如果没爱个人生是黑白的，真人都不喜爱我，神你不欢喜我，比我入了魔。爱里几百万，谁料我竟可唱得重复去犯错。哇，唔得，好高音啊，后边行来哭出去，这吻别似覆水，
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眼泪还是留给天父看。你是前度，何必听我分？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发愁发财，最终只会成为敌人。好心一早放开我，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痛到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谁得到过？哇，武器啊，大佬！谁精彩过？愿挽留年年月月，逝去越是觉得深爱你。喂，唔係，係武器嘅。講真，後面首先我其實佢 app 咧，其實好難。我再次重申個 app 咧，其實佢冇提你幾時入嘅先。同埋真係有少聲沙，把聲有少頂唔順。我奉勸大家唱 K 咧，真係唔好揀呢首，黐線。唔係，如果你揀呢首咧，我相信你唱 K 揀呢首係唔會一個人唱曬啊嘛。你一定有 friend 同你一齊唱，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唱 K 唔好一條友唱呢首啊，一定死啊！你把声一定唔得好啊，嗱把声拆得七七八八噶啦，哇，唞啖气先。咁我话到明有三首啦，咁啊既然拆声就唔争在啦，好啦，最后一首，即系以事成意啦，费事话气你。好啦，林修皮嗰首，呢首得唔得？应该要破音啊！头先我其实把声有少破破地嘅，其实你听得出，即系唱唔到高音啦已经。哇，劲大声啦！会唔会太大声啊？细声少少。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将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数二把。其实怕被忘记，脂肪带来烟吧。很不安，怎去休假？世上还赞颂沉默，默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那年十八，无校无会，站着如流浪。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做首歌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讨。未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博人们看得我说明大过。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是放大来烟吧。
怎不强怎去优雅，世上华山中沉默得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跨住在落架、啊并不多，若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正常人，救我负二轮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响声也不怕，我在场有满场的挂表演你看吧，旧铁丝抵你吗，天眼泪能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就是此味存在吗，家中追马声音也现形，话我知现在存在吗，别再只看天花，我杯里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有人在为你细洒、啊啊、我压不到哇不行，依伯其实讲真的，他在浮夸，浮夸又未有想象中那么拆声，很老实说，虽然把声音已经收了皮，但其实浮夸又不算很拆声，说真的，即系其实佢有个版本系，即系佢必遗忘在有人在为你声沙沙，即系佢有个版本系嗌嘅，但系如果你唔嗌嘅话咧，其实又好似冇乜事。喂，多谢雪女先，其实唔使早多几个月去参加全民造敌，我已经系入到，我入到二十强啦，系嘛？唉，算我可以唱，嗱，趁把声仲喺度，可以唱多首，有冇人可以？因为点都冇咁难唱嘅歌，但系我唱唔到，因为再你再嗌我唱唔到，我把声其实系介乎于破音边缘，我自己知道。所以如果再玩嘅话就收档啦。所以有冇啲简单少少嘅歌？喂，多谢希特拉，系好，我期待好耐希特拉。最佳选又唱好多次啦，你自己听翻啊。我而家唱都系差唔多啊。即系最佳选又系得一个位难唱，即系嗰个位置，我而家唱都系差唔多，都系嗰个位置炒嘅应该。八玫瑰我唔系太熟，系啊，我好中意听嘅，以前好中意听，但系我唔系太熟，因为你要唱有时怪你过分美丽，张国荣呢首唔熟，系啦，呢首唔熟，我只能够讲怪你过分美丽，我好中意睇个 M V 咯，你哋阿舒淇同埋嗰个阿黄敏德个老婆啊，我好中意睇个 M V 啊，怪你过分美丽，如读者狠狠般的。喂，多谢八，唔识唱无尽咁唱唔到啦，大佬。你讲起无尽可以唱第二首，反而你讲起无尽谂起有第二首，但系呢度等先啦，我等先啊。我唔知呢个 app 有冇啊，等等。未来见唔识唱，系唔识呢首，我唔识。有冇啊？有啊，唔系话，竟然有。我话。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哇，入唔到 key。难道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没法制止？都唔系呢个 key。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拼命试，风险我千次万次，沿路满地步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唔啱 key 咁样解，回望最初漆黑里紧张的碰撞，雷电重击在一刻交错，不安神情惊慌，幻听听觉彷徨，然后某刻静默是简单的对望，然后发展逐渐的交往，凶险齐来阻挡，还会给我护航，
总路途本是困阻，问题或变化不再可怕。去吧，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没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平定时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满地步在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无惧搁浅，在意流与冲击锻炼，无惧压迫亦尊重改变，只想停留身边，和你走每一天，继续上演，国力凭你在拼肩，共同的奋战不再胆怯。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没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拼命试，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满地步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怕跌入恐怖漩涡，不累不累就凭拳火，哪怕这是我的血都不会痛，你怕跌宕冲破界限，问谁能阻？你是我活着的希望，盼望有日会回到最初。难道我可以摆脱宿命，重遇你多次？还没跟你相约，他世再会梦已化烟。无量要经过转世千次百万次，跟你的距离不跌，唱落完了又有下次，再下次下次，即使相过无数次，仍会愿意。我玩完啦，把声吓唔够气啊！我多谢 Fat 就好啦。几首歌系得过佢临尾嗰个临，即系如果正常状态下咧，系得临尾个位难唱。你见个 Tony 啦，你见佢哋唱 live 咧，系佢哋唱 live 都系临尾嗰句系唱，但系好难唱咯。嗰因为嗰个要好高音系啦，我真收皮啦，咁系啦，收皮。啊，哇，劲攰啊，把声。我把声都已经变地，咁我哋下星期睇下，下星期希望冇咁忙啦。但下星期圣诞节喎，我睇一睇个日期先啊。哇，下星期星期五系圣诞节喎，啊系唱农历 Christmas 啊，应该下星期一定会唱我啲圣诞指定歌，即系陈奕迅嗰首《Lonely Christmas》，长夜不使跟他对话，即系嗰啲啦，系啦。有啲咩圣诞歌系啱我唱嘅？好啦。我哋开翻声啦！哦，好鬼辛苦把声。嗯，因为唱我嗰首劲歌金曲，唱到死死，已经唱到死死下啦，系啦。好啦，多一句啦，如果背景声太大，同我讲。咁我哋可以讲翻啲新闻啦。咁啊，头先有人讲咗啦，但系因为我想留翻唱完歌，系陶渊明。好啦，咁啊都系最近嗰单新闻咧，都系关于打机啦，就系呢个2077啦，一定要讲噶啦。咁啊，2077咧就其实发售以嚟咧就风波不断啦，全部都系负面嘅。你从来都冇听过2077出完之后系有人赞只 game 嘅 ，OK？ 系啦，咁啊2077开头就嗱呢度同大家讲下次序先啦。咁啊，最开头嘅时候2077嗰间公司咧就出咗个声明话，由于佢哋话太多不舍。咁佢哋就話容許呢個主機嗰方面可以退款啦，係啦，即係 Xbox 同埋 PSN。諗下大家玩過 PS game 都知啦，你要喺 Sony 嘅手上退錢係難到登天嘅。
因為我當時買錯街霸街霸五咧，佢都唔肯退俾我。啊，我話唔小心買錯，我可唔可以退錢啊？嗱，我冇開過力鏡，佢都唔肯退。咁所以其實咧，結果咧 ，Sony 就馬上發咗聲明嘅。當時佢就話 ，Sony 就話我哋唔退喎。係啦，即係雖然嗰間雖然2077話退，但我哋冇咁講過。係啦，唔退。係啦 ，Sony 就話你哋應該等呢、這、一個大更新，睇等個 Pad Pass 更新啦，係啦。咁但系事隔咗唔知一日之后咧，即系琴日啊 ，Sony 就发咗声明，系啦，咁啊，佢就话而家只要你经由呢、這、一个，由于呢个 2077太多 bug， 即系成只 game 下咗架，系啊，即系成只2077下咗架。喂，我攞慢先啦，唔该。喂，多谢蚊辉杨文辉，多谢。好啦，有个大学 friend 佢话仲话你系偶像讲啫，你叫我出嚟见面啦。系咪先？呢个一阵先讲 ，OK？ 即系你系咪先？你话系咪？你话即系你话佢系我 fans 出嚟见我面啦，系咪先？如果啱嘅咪一齐咯！即刻吓到啊！即刻吓到 block 咗我啊 ！block 埋你添啊，大佬！讲就咁讲啦 ，OK？ 继续讲翻，即系2077。咁啊，而家 Sony 话净2077成只 game 落咗架，即系而家你喺 PS Store 系见唔到只 game 嘅 ，OK？ 咁啊可以退款，但系实体嘅朋友咧恭喜晒啦，系冇办法嘅。系啦，虽然佢哋话你可以即系佢哋话你可以唔知咩，哇黐线嘅啲牌，你睇下，睇下啲牌点打，咁样点玩啊？啲牌会唔会太黐线啊，大佬？三图一个模式，二张 I C， 捉虫入屎忽啊！我想问下有几多人2077有退钱啊？想退钱啊？或者你哋会唔会退钱啊？如果你是 PS4 的玩家咧，我强烈建议你退，我建议你退嘅。其实我即系我讲，我老早讲咗啦，叫你我就话，如果唔玩电脑版，我宁愿唔玩啫嘛。系啊，咁事实证明我有呢个先见之明啦。只系喂，攞唔好攞手牌，攞还攞唔好攞手牌，唔该。因为其实我睇我上网睇我啲片咧，喂，其实 PS4 就即系冇同讲阿铺啊铺，其实差得几远啊，讲真。即係佢啲畫面完全唔得嘅，我自己覺得係，加上個 FPS 又低咧，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退即係退錢啦，係啊，即係退咗算啦，係啦，冇搞咁多嘢。如果實體嘅話咧，應該冇辦法嘅，實體嘅話應該退唔到噶啦。咁啊，等更新咯，因為而家2077嗰啲 bug 多到咧，真係，即係部分嘅遊戲係部分，甚至係影響呢一個遊戲嘅進行。等陣先。好，有几多人真的会退钱啊？我想问，我想做个普查，即系有几多人2077系会考虑退钱啊？信玉，哇！呢一个蔡文姬咁伟大嘅，蔡文姬系仗义嘅，好啦。咁我呢一个就系近期比较大嘅游戏新闻啦，因为我其实我真系讲真的。我自己覺得幾唏噓咯，2077，即係你由佢發售前萬眾矚目，即係一隻萬眾矚目嘅 game， 去到而家發售後咧，負評不斷啊！如果你問我隻 game 係咪咁差咧，其實我覺得如果佢本身2077唔係出之前咁大期望嘅話咧，呢隻 game 其實我覺得都係合格之上嘅，係我覺得算係一個係啦，合格水準以上嘅，即係會俾7.5至8分啦，叫做。喂，真系锁死啊，老细！好啦，好。讲真，如果唔系，全世界玩家对佢咁大期望咧，我相信啲嘢，即系2077个唔会反弹得咁劲。好啦，但其实讲真啦，呢度我复换埋先。嗱，講真嗰句，如果你有我而家自問隻 game 嘅話，40个钟啦，係啦，即係差唔多爆機啊！你應該都，我自己覺得2077咧，就算冇咗啲 bug 嚟講，呢隻 game 其實我覺得好多地方咧都唔合格嘅。即係首先你上網都知啦，即係嗰啲 AI 嘅表現十分低能啦，即係全部幾隻 game 嘅 AI 咧，完全係路人嘅，真係完全係冇任何特別嘅。咁加上其實好多細節位，你會發覺竟然係冇得去。佢首先佢發售前講嗰啲嘢，同佢發售後嗰啲即係應承咗你嘅條件係差，
最簡單一樣嘢，我舉個例啊，即係正常你架車咧可以改車啊嘛，即係你唔好話改，你唔好話改車嘅 pass 啊，講真的，點解佢知佢係等 I？ 即係就算你話改顏色嗰啲都唔得嘅。咁啊，第一啦，呢個其一啦，真係冇得改，冇得改，即係架車冇得改啦。首先就係、是，跟住就有啲咩咧？跟住就佢個角色冇得整容，呢、這個我都 O 嘴托管，呢、這個托管懶型啊，頂你！五號其實飛唔飛啊？其實五號打法偏矮嘅，其實我想講啊，五號嘅打法係偏矮嘅。因為我咁多牌咧，其實我咁多牌，佢頭先開呢一個慢戰咧，其實係合理，即係可以接受嘅。就算佢冇圖，因為我作為曹丕冇圖冇走冇閃咧，我自己抵係我自己抵死喎。等拉死一死都得嘅，因為我條命矜貴佢，我唔想死啊！即係如果你叫我講咧，我自己覺得甚至乎2077咧，甚至乎係十年前發售嘅 GTA 5咧，其實好多細節位好過2077添嚇。即係我即係如果以你真係以一個開放世界嚟講咧，哇大鑊啦，大鑊啦！你呢個結啦，係啦。即係你其實而家諗翻 GTA 咧 ，GTA 真係一隻即係我只係玩 GTA 嘅主線啦。就係但係其實你唔好話你主唔主線啦，你起碼你喺 GTA 嘅世界入邊，你好多嘢係可以做嘅。你會發覺好多嘢做到，即係你可以揸飛機啊，或者你係即係盤你誒，即係你我仲好記得咧 GTA 和氣圖係咩玩法 ？BGM 冇咗。哦，係係，唔好意思，因為佢播完啦，係 OK，thank you 你提醒。我你咪记得 GTA 咧？我记得其中有个 NPC 喺行山会撞到，即系着紧有个金发扎辫嘅马尾咧，喺行山，跟住你可以做嗰啲任务，即系同佢跑步啊、踩单车啊嘛。即系 GTA 其实佢路人嘅反应，或者你可以即系可以买楼。其实你好明显见到2077咧系未完成嘅一只 game， 你好明显睇到嘅。你想想一直咁嘅开放世界，有乜可能买屋都做唔到？你想下 GTA， 人哋 GTA 都买得屋啦，系嘛？可以买即系买地产啊，买铺头，乜都得，即系买股票。但系你想下咧，就系咁嘅呢一个咁嘅2077咧，系完全哇！你黐咗线。好啦。即整體嚟講，我覺得你最多當2077係一隻 U， 我覺得佢其實好似 Ubisoft 嘅 game。如果你問我，我勁似 Ubi game。好啦，即2077係一隻睇落去好似開放世界嘅 game。即你可以做主線，或者你可以做主線，或者做一啲支線。即如果你唔做支線咧，直接衝過主線咧，咁就係啦，咁就爆機。如果唔係你好似我咁有強迫症解支線咧，咁可以玩三四十個鐘咁樣。咁我哋覺得呢個 game 但呢個 game 其實如果你買三嚿零四嚿水抵唔抵玩咧？即係如果你係 PC 就 OK 咯，但係如果你話主機啊，真係你諗過先啊！我覺得主機嘅表現真係好唔理想。好啊，我命優異咯。哇！佢仲要唔幫我判係咩玩法？屌你老！點解人哋月英張飛可以咁勁嘅？點解我用親月英張飛俾人屈死？我收皮。咪就係咁啦！即係2077呢個 game 咧，我強烈建議大家如果買咗就算啦，未買嘅朋友真係千祈唔好買啊！我其實我算係咁啦，作為 YouTuber， 我即係我有幾可有人係即係會講真話，即係講真話係，我真係有嗰、那個、即係譬如你即係好簡單，即係動畫啲又好啊，遊戲又好啦，其實真係唔好睇就唔好睇嘅啦，唔好玩就唔好玩噶啦，即係除非我收咗錢啦，即係
即係我即係我啲廣告 job 嗰啲手機大家明㗎啦，啲手機 game 我哋咁擺明收收咗錢唔使講啦，係咪先？咁但係基本上我冇收錢嘅嘢咧，我都係講得好，我都係講得好白嘅啦，已經係啦，即係費事我費事俾氹你踩啦，講真。即係我真係直接叫你唔好買，其實如果你真係我如果我咧，即係你俾我揀咧，我寧願玩多次，我唔係玩多次啊，我寧願玩巫師三好過。你認真得睇我玩唔得嘅，因為我直播咧斷斷續續嘅2077，你去睇大 J 啊，即我想話大 J 係咪由頭直播到尾先？因為我2077直播係我多數都係關台自己玩，所以你睇我玩係唔得嘅。好啦。同埋一樣嘢，我想講啊，係啊，2077咧，我想講個電腦 AI 太低能，好其實呢個 game 嘅戰鬥系統好悶嘅，講真，佢開頭唔係咁設計嘅，佢開頭又話唔知點樣可以大規模 hacking 啊咁樣，但係去到你而家發覺咧，即係而家所謂 hacking 就係撳住個 tab 掣咧，跟住然後好似放魔法咁樣，即係去直接放魔法咁樣，其實基本上玩到後期，如果你是走呢個黑客路線的話咧，其實你槍都不用掹咧。我而家係好少掹槍嘅，基本上。佢氣牌咩事啊？成日傻咗。因為其實 hacking 係幾屈機嘅，你 hacking 咧點講啊？你因為你 hacking 嘅，你 hacking 扣人血係唔會被人發現噶嘛，正常。你用槍係即刻發現。咁所以其實後期一定玩 hacking。喂，多謝 ET 大個仔。咁但佢玩法好單調咯，即係咁匿埋喺度放魔法咁樣咧，即係我就係個戰鬥系統其實唔得嘅，我自己覺得係啊，即係好多嘢係未如理想咯，就只能夠講，即係搞到我而家想翻，我其實我之前我幾年前都有諗過，喂多謝 ET 大個仔，我幾年前都有諗過，其實我想直播玩多次 GTA 5嘅故事，但係我一直都唔知一直都。一直都冇做到呢樣嘢。我自己嘅 GTA 5咧係電腦版嘅。我嗰陣時啊，我好記得嗰陣時咧，電腦版一出，我即刻去。我嗰陣時翻地產喺旺角咧，佢一出我就即刻去信。我食 lunch 嘅時候，即刻去信和嗰度買嘅，即係電腦版 GTA。但問題我真係點唔知飛咗去邊啊已經。即係我 GTA 5個 boss 咧，唔知飛。我冇理由又買過。而家 GTA 5幾多錢啊？好啊。唔係，其實 GTA 5最我 GTA 5咧最吸引係佢嘅故事啊！呢、這個真係，即係好少可你諗下，好少可作為一隻開放世界遊戲嚟講咧，佢反而係個故事係做得好好啊 ！GTA 5我只能夠講，佢三個主角都好吸引，即係催發個癲佬咧，係啊！即係開頭你會覺得條友黐線，但係即係你越玩係越中意催發嘅，係啦。我 Steam 又借俾你，都得嘅。幾多錢啊？呢只 game 其實優平啦，出咗十年，而家可能而家免費咗添啊。249咁貴，咁話唔買啦，老細唔買，兩嚿水你八幾蚊都諗過先。因為我睇揾唔揾翻只碟先。我記得嗰陣時有四隻碟，四隻哇，係四隻定五隻嘅，好似又係啊，即係 GTA 5。佢唔出下家咁低啦。Let me dance。哎呀，我应该亮相开调度啊，白痴仔！哎呀，我真系忽咪，我真系忽咪而家真系。我应该亮相先，然后忽咪。喂，你有碟一定借到，但系费事啦，系啦，唔知费事烦啦。好啊。Epic Game 有冇免費嘅？即係我哋而家奶共去 download Epic Game。你都講七隻碟。屌，我唔記得開女飯啊！講得呢個錯誤好大。如果開女飯可以卡咗孫尚香件裝啊！啲白痴仔嚇佢唔喐啊！哇！因為其實咧，我到而家我 GTA 5咧，我就係玩過一次嘅咋，啊，即係個主線我就係玩過一次嘅，所以其實我係想回味多次嘅，係啦。我嗰陣時咧三個結局都睇過曬，其實我覺得我唔識哇，四個唔覺放慢線，你真係好嘢 ，Super 拉斯你真係出色啊！
真係你老尾啊！呢個萬字放唔放得都放得過嘅都可，因為佢有孫尚香都放得過。我啲人諗佢，但係孫尚香冇閃喎。呢個金靈閃係咩玩法啊？冇人救佢嘅話，孫尚香點搏嘢？你哋有冇睇過 GTA 5嘅三個結局先？我想問下。我最深刻個哇，唔怪得佢放棄生存，係啦。好啦，我最深刻嗰个印象咧系父仔同麦可一齐杀崔佛嗰、那个，结果我最深刻。因为崔佛咧，其实虽然你睇落去啊，崔佛好变态啦，系啦，即系一出场就踩死咗 GTA 4嘅主角啦。但系即系你其实慢慢玩落去咧，你会发觉崔佛其实系好中意麦可，哇！即係其實崔佛對麥可係真愛，點解食我四血酸劍？即係崔佛臨死之前咧，就喺度即係好辛苦喺地下度點咧，跟住麥可就一把火燒死佢，哇勁癲咁啊！我覺得麥可係一個點，即係全 game 最賤格呢條友。即係開頭咧，我最中意係麥可嘅，因為佢個樣子最似主角啊嘛。但係後期我真係覺得麥可正人渣嚟，就係。真係最賤啊！真係富仔係一個套租啦，係啊，富仔，真係富仔吐槽好正，即係佢係咁串嗰、那個阿拉馬佢個 friend， 即係成日佢自己拎架咁叫咧。但係我強烈建議大家，如果有機會去美國咧，千祈唔好喺你把口度講住，因為你真係當街俾人哋開槍射死。因為其實咧，黑人之間佢哋互相稱，但自己做拎架咧係開玩笑。但如果我想讲，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同啲黑鬼 ，Hi nigger，yo nigger， 你死紧啦！同你讲，你真系死紧，系啦。即系但系富仔啊，成日同佢嗰个拉马成日话喺度 nigger 咁样啫嘛。好啦，同埋阿小茶都好正，即系富仔只狗嘅超劲，即系富仔嗰只狗咧，真系神犬拉细，我觉得嗰只狗全 game 最劲嘅武器嚟啊！同你讲。即係佢連差佬都咬得，嗰只狗係連差佬都咬得死係啦，我好深刻。所以我對只 game 咧，其實即係人哋，即係我就想話 GTA 5咧，隔咗咁多年都仲記得，唉，終於可以唔使玩都贏到啦，唉，終於可以呢場終於可以唔使用腦躺贏。所以遲啲有機會睇下玩唔玩 GTA 5啦，係啦呢只。但相反咧，我對呢只 game online 波係冇乜興趣，我由頭到尾都覺得。即系 online 系兴趣不大咯。哇！唔觉有冇女犯呢场都赢咗啦，讲真。哇！即系唔觉有冇女犯呢？咁啊账面都最攞命系我哋先手压制嘅呢、這个。喂，李月英就算好彩，哇！呢、這个孙尚香好彩醒目掉咗把 AK 托冠。哇！爽快呢场，开放世界就有啲咩选择啊？想问，即系除咗 GTA 五，麦可成家系啊，个女发明星梦，个仔系睇个仔超癫，即系开头系对个老豆落药咧，系佢真系喺个公路上掉低自己老豆，黐孖，佢个仔好狠。快 Q 啲啊！沙爾達啊，沙爾達算唔算開放世界咧？都算，但我覺得沙爾達唔好玩。我覺得沙爾達唔好玩，唔好意思係啦。我有講過，即係我覺得沙爾達好 game， 但我唔中意玩沙爾達咯。好啊。啊！呢、這個趙雲嬲住，係嬲佢嬲金靈，佢嬲金靈搞到要拖時間。喂，我係無辜嘅大佬，我已經用最快速度撳掣去嬲佢嬲咗咩？好啦，有啲咩？即係除咗薩爾達，就有啲咩開放世界？你唔好同我講維京信條啊！我真係兜巴尖佢。好啦。
我真系冇啊！开放世界有啲，就有冇啲咩神作啊？神作级别啊，我谂唔到我都。因为其实开放世界都系近几年啦，叫做即系近十年内，因为佢讲真，你开放世界咧，其实以前啲机能做唔到噶嘛，而家啲机能进步咗咧，先有啲开放世界啊。以前其实都有，其实有一只 game 系开放世界，你知唔知边只？系啊，即系陪伴咗我哋廿几年嘅 game， 可能你唔觉得嗰只系开放世界啦 ？Red Dead Redemption， 我唔否认呢只系开放世界，但系我觉得呢只 game 评价参半啦，系啊，好坏参半啦 ，Red Dead Redemption， 我承认佢一只，即系佢，我觉得 Red Dead 同萨尔达喺我心目中差唔多，就系我承认佢哋系一只好有心机嘅作品，但我唔中意玩。系啊，即系 Red Dead Redemption， 我讲过我好唔中，我特别系我超级唔中意佢嘅故事添啊！讲真，即系我 Red Dead 二咧，佢嗰个老大系成个白痴咁样，但系我哋用阿失逼住要陪佢，明知佢啲计划全部都系你谂下 Red Dead Redemption 二嗰个大佬咧谂出嚟啲计划有边次成功过啊？即系次次都濑屎啊！即系后期真系。即系每一次每一张个计划都失败咧，我哋一由头到尾陪佢喺度做埋晒低能计划做到尾咧，真系越玩越火滚咯！只 game 系啦，我的世界，我真系想呢个真系非常配合你个 ID 名，我的世界啊，真系小学生 game Minecraft。宠物小精灵我冇玩，应该算啩。我想讲你觉唔觉三国志系开放世界 game？即系陪伴咗我哋廿几年，三国志系啦，佢一只文字版嘅开放世界，因为我哋三国志真系开放世界嘅，你可以攻任何一个城池啊嘛，啱唔啱啊？我有冇讲错？算唔算开放世界？即系自由度高嘅开放世界，即系你中意又可以，你中意又可以乜鬼？金融群合转我都冇玩，但系佢唔系 online game，online game 算唔算开放世界？金融群合转系单机 game 定 online game？ 我真系唔知道，好似系单，我真系唔知啊呢只。嗰啲咩古龙群合转啊，金融群合转，我真系唔知道啊。我头先都谂三国志，哇！你马后炮啲，你唔讲上古都系喎，系喎，上古冇人提嘅。我都系上古五嘅 fans 嚟嘅，单机 game。上古五其实本身就唔系太特别出色嘅啫，好老实讲。上古又系大唔车啊！即系上古五最出色嘅地方系咩？打心照噶啦！即系如果冇剥嘅话，根本上即系如果冇剥嘅话咧，上古五系一只我谂系八分左右嘅 game 啊，八分啦系啦。但系有咗剥之后，其实上古五我系俾十分，呢只 game 我俾十分。啊，但系冇剥嘅话，呢只 game 系差好远啊！有剥同冇剥系差十倍嘅 game 真系。Hello iPhone，你。你而家仲出現，即係證明你冇確診啦，即係你應該冇事啦，係嘛？上你覺得我上唔上到車？頭先落過唔覺嚇，你覺得我有冇機會上車？科歐算唔算開放世界都算嘅，都算。我冇玩呢只，雖然，但我呢只都算啦。加上都算係名 game 嚟嘅啫。我其實之前有一段時間成日冇 game 玩嘅時候，都想玩科歐四。但每一次我講過，即係我又唔中意玩啲鬼佬式 RPG 咧，你算見啦諗。啊，喂，張任、黃忠，唉，佢又中咗死亡筆記啊！救命啊！佢中咗 deadlock 啊 ！Oh my god！即系阿 B 差，阿 B 转身嗰下咧，差啲将我 turn 我 mouse 揿咗落去。喂，唔系好掂喎呢排，我觉得。谂下先。喐咗，我喐咗呢度，喐咗诸葛亮先好啲。好，搞掂。4O， 你 Steam 有，但我唔系钱问题啊嘛，大佬系
即係其實我玩 game 好少係因為錢嘅問題，你一隻 game 貴極咪四嚿水，但問題係。即係個問題係你唔中意玩啊，最大問題異象又嘢，哇咁多綠皮狗嘅咩？而家呢個年代黐線。喂，呢個年代真係綠皮嘅世界喎，係嘛？我似呢個其實冇得似唔似嘅，邊有睇先？即係葉個三血正正咁點樣似啊？真係七幾。但其實開放世界好玩啊，比較少嘅講真的，即係呢個年代，哇死啊！真係大師啊！唔係啩？真係綠皮，真係。好啦，有六个五个，好。开放世界严格嚟讲唔系自由度咯，我想讲，系啊，即系唔系自由度啊。我其实严格开放世界定义系咩咧？其实都好难讲啊。妖，如果佢唔系换咗个牌，我呢下还拖即刻。三木有玩，三木一二。我嗰阵时买，我嗰阵时有 DC 嘅 Dream 卡，所以我系玩咗三木一同二。我但系三木三我系送都唔想玩，太垃圾啦！三木三嘅，加上当时咧，佢当时话出咗 Epic Game 度先咧，系即系背叛咗大量嘅玩家，所以铃木裕呢条友咧，我都系唔会再玩佢啲 game 啦。加上沙漠三嗰个表现打得有目共睹啊，系咪先？真系有目共睹啊！呢个插边个好咧？所以其實我話開放世界好難定義喎，其實你有呢一個係點樣定義？即係到底即係出判你需唔需要係好似 RPG 咁樣鑊頂啊？最緊要嗰個無邪有咁狠毒，咁狠。你配唔配一集每一集太空戰士去到臨尾啊，可以飛空艇周圍去咁，算唔算開放？即係嗰啲當然就唔算開放世界，其實主要係講得佢個故事为什么只能无蛇丹啊？首歌叫咩？首歌只能够讲系自动利益、自动人形嘅歌，其中一首歌嚟。其实讲真的，如果你打开机咧，基本上佢啲歌咧，佢一只 game 咧，嗰啲歌咧系有规律噶。即系配完佢配完利益、自动人形嗰啲旋律咧，你一听就知嘅，系好明显噶。即係就算你係 P4 同 P5 兩隻 game 嘅歌咧，佢哋都係好明顯嘅分別嘅。即係 P3、P4、P5 咧，佢哋有主題，你會發覺即係尼爾自動人形嗰啲旋律咧，大部分係好，我唔知道，因為我唔係讀音樂，我唔知點形容啊，好又唔話幽怨嘅，好難形容嗰個感覺，係好削啊，個唔係話好差，真係好啲聲好似削出嚟咁樣，我只能夠講。好啦，点解会走去杀孙坚嘅？佢话我怀疑佢有顺手个 PK。喂，绿皮狗咩事啊？打啲人唔见晒啊！可唔可以？即系而家啲人打机系咪咁噶，大佬？咩又唔见咗啊？真系点解？喂，唔好成日 copy 咁大段嘢出嚟好嘛？啊，我唔想睇啊！咁系，谂下佢唔打孙坚，又真系唔知打边个。好
难打嗰啲场，即系咪去妈死了啊？做乜鬼嘢？个人可以唔见咗啊！真系。但黄忠呢牌我净系知，黄忠呢牌冇乜嘢值得刷噶，因为黄忠呢牌全部垃圾牌嚟，完全冇嘢值得刷。呢、這个都可以嘅呢下，我其实冇理由攞顺手，因为万一个落出到嚟，其实可以喐到，出唔到。我谂下先，黄忠肯定打，因为其实而家肯定系闸火我先嘅，都唔使考虑。哇，有大师喺度发直。哎頂！而家路轉緊，我諗緊點打啊！而家路好睇，我遠交近攻同埋無中生有，可唔可以有啲勁牌喺度？哇！唔覺未必有圖啊！講真嗰句，我死喎呢度。哎 PK， 哎，呢个孙坚真系死老母啊！死，好彩呢个金陵，呢牌真系一流。屌佢露尾啊！喂，如果呢度杀唔到，好麻烦咯，劲麻烦咯，一定杀唔到啦！如果佢。好啦，哇咁都我估整呢个，如果大师出唔到嚟都仲有得打，系啊，如果大师出到嚟真系 certified， 哎死啦，佢固正都会另外换到牌，好麻烦，哎呀。哇正喎、啊！系咪咁样啊，大佬？低 B 啊！我啲牌都唔系，咩好牌？我啲牌都唔见得系啲咩好牌，全部垃圾，唉、哎，仲衰！黐线啊！呢下真系，唉、哎，啊都废牌，差唔多啫，都唔系啲咩损失嘅。最值钱嗰张都系知己知彼啊，反正系啦，俾号俾佢。唉，断杀紧要过，哇！咁真系有机会炒喎、啊、呢个唔觉。佢跟住，唉，有机会炒咁、啊、样，咁样真系点办？唉。就是咁，哇大剂咯！佢铁骑嘅话，不过佢一定要开张飞嘅呢个位，唔使谂。但系张飞佢张飞其实我佢好彩佢冇距离，因为佢有距离我 P K。桃源剑，哇好少可四个唔哥打到咁噶喎，其实吓。
马超技人有乜用啫？打扣一血，即系你马超，你马超都系扣一血，其实冇乜用。我想讲，佢咆哮，我想打喎。哇，弹爆周瑜啦！啊，一定系弹周瑜。跟住呢度再杀多阿咆哮，攞多一张牌。诶、欸，唔杀咯，咁咪咁你成件事攞咆哮好无聊。但系呢度有两个关键位，第一佢就睇落唔落得住法阵。但佢落得住法阵之余，佢又要再话呢个南蛮就系、是。哇，周瑜竟然杀到唔系啊！逃跑好波，好波逃跑啊！以逃够果断，你如果呢个可以再弹多嘢。其实讲真，其实唔觉，其实佢哋嗰边有得打，因为你法阵无论落得住定落唔住咧，啲牌都可以掟俾佢。太早放弃啊！真系而家呢个年代啲人。好，咁啊稳啦，咁就咁啊，佢哋冇可能赢噶啦，因为你四打二啊，而家系咁啖嘢先。喂，而且你讲真，你孙坚个主将系咩啊？点解唔亮啊？我唯一即系如果你唯一最废嗰个四血系吕蒙啦，或者三血。即系再唔系整，你再唔系，我可能系丁，我话有丁房，我有机会。好啦，我过托管晒，好，黑几嘅锁定技嘢，其实呢个有啲，即系呢个锁定技有啲悭，我觉得。插埋八卦佢啦！哇，呢个孙坚系咪真系死爹尿啊？好烦呢个孙坚就系丁房。哇，得翻诸葛亮一个孤军作战。頭先我可以同你講，已經連續兩場六個唔覺啦，你可以睇翻重播，係啊，有機會的啩。而家係第二場嘅六個唔覺。唉，喉嚨痛啊！等先唱到把聲，我諗幾日內都唔使要。我呢個諸葛亮都唔識打啊！啱啱考完三個鐘。看重播咯，系啊，睇重播咯。都唔系有一场，我记得有一场八，唔系好似我唔记得，好似系有试过八个魏国嘅，或者系哇，可能真系死嘅。我好肯定有一场系七个，唔知系七个群定系七个魏嘅经，即系七个系成日都会发生嘅。哇！呢下大家点睇啊？大家点睇吓？呢下靓到啊！呢下呆咗，即系周佢可能以为系问佢英唔英魂，呢下靓黑咗啦，一早黑咗啦。但系佢呢下揿错，我又知道呢下我明嘅破空城呢下破得靓嘅。如果你以破空城嚟计啊，破得靓嘅，但系佢好明显系揿错掣咯。呢下做乜又唔三支埋佢咧？真系咁黑人憎嘅啫！呢班队友真系。请休息吧。讲真，如果正常咁打四个唔觉咁多失误咧，一早输 Q 咗啦。顺手牵羊。我拗多下，因为电脑系唔识避。
快 Q 啲啦！诶，等先，个音乐又停，咁快又半个钟啊！因为我个 background music 咧系半个钟一个 circle， 佢咁快又半个钟。恍然入梦，剑舞惊鸿。舍姿简装，袭掠如风。过河拆桥。好，二爷。唉，喂，今晚有一睇，而家有一地下城最后一集出咗未啊？我想问下，应该出咗噶啦。系啊，地下城第三季最后，我觉得一定烂噶啦，基本上今季烂噶啦。即系无论我唔信，我首先我唔信佢结局可以做得晒啦，得嗰一集。啊、而且就算而家佢做得曬咧，今季即係第三季已經係爛，已經係爛嘅啦，基本上公認。大家都會睇埋佢嘅，係啦，《地下城》最後一集，喂，好煩啊！救命啊！本來十分鐘打完嘅嘢，佢係要拖到廿分啊！呢條有啲輪流，係咪同一個人嚟㗎？唉、哎，好蝦人憎啊！得法阵咁样投我，我法阵表示嬲嬲住啊！法阵要抌抌叫佢播 OK。哇！咁耐都唔出嚟，真系你部电脑流流地。呢場揀熟角咯，四血穩陣啲，因為五角二張我唔係太中意。唉，你會發覺其實好少有三角嘅動畫喎，其實係咪先？其實三角嘅動畫真係諗下都好，即係佢點解咁少呢？因為其實三角嘅故事係固定咗，你要喺入面改咧係好高難度，你知唔知改編係好難？啊！即系你三角嘅故事，其实首先你如果你照翻原著咁样画咧，又冇人想睇啊！一下人都知剧情，但如果你要去魔改三角嘅历史咧，即系好似火凤呢啲咧，好高难度嘅。所以其实明明三角一个咁好嘅，点讲咧？一个咁好嘅免费题材咧，都冇人够胆用，就咁解咯。佢以前有套嘢叫《龙狼传》，有冇人睇过？我睇咗少少之后，觉得呢套嘢好闷，《龙狼传》又乱 Q 咁嚟，即系佢后期《龙狼传》已经系放飞自我咧，剧情，佢都系嗰个咩啊？死啦！嗰套叫咩啊？唔记得咗添。天上天下都唔系天上天下，唔系三角噶，嗰套叫乜鬼啊？死啦！另外一套叫乜叉 ？Q 记得咗添。孙策做主角嗰个叫咩？唔记得咗你。唉、哎，算啦，嗰套都系快嘢机，基本上佢凉化已经唔好睇啦。其实讲真，哇！其实最劲嘅改编咧，我想讲就好似类似呢、這、一个，其实金庸系最劲，一骑当先系啊，一骑当先又系话下唔知去咗边，即系呢套嘢系。即系开头都觉得 OK， 但唔知得画画下又唔知道我就睇嗰度睇个吕布嗰度，跟住又印象中好似唔知道，好似冇晒印象啦，就系、是。其实金庸系劲在咧，佢金庸可以将个故事咧放咗喺一个真实嘅历史上咧，但系你睇落去，你明白一个外传咧，作为一个外传啊，即系改编啊，佢最劲嘅地方就是。外传最紧要嘅责任就系佢唔可以影响到正史嘅故事嘛，系咪先？即系佢唔可以影响到正史，即系金庸佢就系劲在佢系可以将嗰个故事放咗喺呢一个，哦，终于收皮咯。但其实《火凤燎原》我觉得系一个失败嘅，即系佢个故事咧，因为佢根本系完全系改变晒咯。
咁天上天下唔卖用咩唔到？好，我想问你一句。而且我觉得天上天下苍天河路 O K 我有睇，我细个有睇呢套嘢。我细个睇到扯旗添，第一因为佢第一我细个即系本睇咧，细个买啊嘛。苍天河路好深刻印象，但系苍天河路睇咗两三期就冇睇啦，即系两三本之后。啊，之后细个好少有啲咁露肉嘅系咁露肉嘅漫画啦，系啦。啊，呢度之后呢个讲法大熟对大艺。即系天上天下大无为人啦，但系佢画亲系垃圾嚟啊 ！sorry， 我得罪讲佢。如果你中意大无为人，我真系嗰条友，我真系唔该去走去画翻咸湿漫画算啦，冇可能写，冇可能系作漫画啦。咩天上天下飞轮少年有边个睇到后期系睇得明佢讲乜？即系特别我点名特别系天上天下，即系故事好深啦，好深呢条友斋画就算啦，冇可能写古仔啦。天上天下故事后边。即后半段喺度讲乜春啊！即系佢前期都正正常常啦，都叫做虽然个主角我都唔中，我觉得天上天下个主角好似 Doctor Stone 啊，你觉唔觉？都系即同一个发型，同一个样子，系啊。咁但系呢套嘢基本上系垃圾嚟，我可以讲，即系如果你未睇，千祈唔好睇啊，废啊，好啦。好啊，反我啦，唔该反，哇反我啦，我想死啊！啊！求死啊！我冇得打。我曹丕一逃一走已经即系唔喐得啦，简单啲讲好啦。咁另一个就系《水浒传》啊，更加少。其实《水浒传》喺日本相对冇咁出名，我觉得。极其量，我就系听过幻想《水浒传》呢只 game， 我细个玩过，但我唔觉得好玩。系啦，我又唔觉得特别好玩，即系幻想《水浒传》。因为佢根本同《水浒传》都冇关系嘅，系咪先？根本完全都冇关系，佢只不过系，即系只不过佢打嗰个口号咩108个 partner， 但系其实同个故事系完全冇关嘅，系啦。唉，终于可以享受死亡，回归死亡。但就算我出到嚟，我都应该收皮。如果我出到哦，决斗冇埋，我看我一打四，尔等看好啦！我就算一都冇乜可能。有机啊！大熟哇，大熟喎、啊！呢场阴公四熟，不过其实账面上我哋输噶啦，即系呢个熟角已经账面先天已经输啦，已经唔够打呢个账面好啦。啊，其实冇用喎，就算我，哇完啦！我哋熟角，熟角就此完结。劲废，可以托管喎，快啲杀咗我，想死。根本都唔使打，我打尽咗力，就讲咗，就算有走杀，有如果走杀都冇可能啦。你曹丕名徒，跟住即系熟角招人，跟就算我收到一个人，我收到曹操都系输嘅，其实点都系输，做啲投胎算系啦。睇嚟夏季新番咧，好多人推無職轉身啦，應該都係呢套，我諗都係無職轉身應該。睇個樣都係夏季都係呢一套係重點主打，但係今季好多人推嘅《咒術回戰》，我覺得都係，即係喺我角度嚟講，我覺得都係服嘅其實。好啊。喂，其實我想科林睇咧，好多人都覺得《咒術回戰》係冇劇情嘅，即係佢哋話一日打到黑，即係打完又打，即係唔係得我一個覺得唔好睇嘅喎。我想講係啊，即係我審美，我口味係正，我逃跑係咩料？即係我想講，我口味係正常嘅喎。
系啦，唔系我问题喎。佢成套嘢除咗打之外就系打噶咯，冇嘢冇剧情，真系冇剧情噶。有啲人话，即系《咒术回战》咧，去到京都篇好睇。我想嗰个漫画睇到后，即系睇我一系睇到去嗰、那个，即系嗰个加班嗰条友咯，叫做系啦。但我唔觉得好睇，我都系唔觉得好睇咯。咩嗰咩啊？嗰咩京都篇，我完全唔觉得好睇。即系你自己睇完呢季之后再评价啦。OK 系啦。好，我哋下季又可以睇呢一个 V 零，我可以睇我最中意嘅 EMT 系啦 ，EMT。哦，雷姆今季都系唔会醒噶。等阵先。但 V 零我系冇睇个小说，所以我唔知道剧情今季会讲啲乜，我完全唔知啊。呢套嘢就真系，唉，呢套嘢睇埋佢啦，姑且睇埋佢啦。因为我觉得佢啲魔女一次过出晒嚟，开始有啲奇，有啲乱啦，开始系啦，即系一次过出晒七件魔女。好，啊，准备收工我哋。听日有咩搞？大家谂下，即系你听日我要做直播，你哋有冇？听日同条女去街啊？想问下，听日星期六。其实我想问你拍拖拍得耐嗰啲咧，你同你嘅女朋友系点样见面嘅？几耐见一次啊？系啊，好奇一问，有冇人系拍咗一年拖，即系半年啦 ？OK， 有冇人拍拖超过半年？可以分享一下你哋拍拖系几耐见一次 ？Vincent 年无迹，我觉得麻麻，我都未开始，你咁快打沉我哋，多谢道理先，但系我唔信。个个都话无迹系异世界神作嚟嘅，我唔信，我不听，系啦，我唔听。一星期见一次，哇！呢排靓到咧，顺下家嚟嘅，唯有顺下家，顺下家唔会得罪人。咁你一星期见一两次系平时系？我想我以前嗰个年代系冇智能电话，所以会倾电话。但系而家呢个年代，你哋 WhatsApp 定点啊？啊，即系 WhatsApp 打字啊嘛。啊，我瞓啦 ，B B， 早唞系啦，跟住起身咋？起身未啊 ，B B 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即系而家呢个年代拍拖系点啊？即系我而家可能我随时都有，随时都会拍拖。即系可能突然间有个女观众话好中意我咁样咧，我都要做定准备，费事我而家 out 咗。都系倾，唔系话要倾电话，咁我唔拍啦。我好啊，最真就系倾电话，咁我唔拍拖啦。要倾电话，好烦啫，大佬系咪先？瞓到逃跑，我冇意见啊嘛。有乜好倾啊？我想问下，吓夹唔夹咧？你倾啲乜啊？即系今日发。咁你普通人咪翻工放工翻学放学有咩倾啊？我想问啊，我以前都要倾，当然咯，即系系同一个话题倾几九啊几次嗰啲咯。翻学日日见，依家网上会日日视像。哇，其实好惨喎，讲真，有时真系唔想应酬啊。你可能你冇拍过拖，啲人可能唔明啊。你拍拖拍得落，拍过拖你。有时你系唔想应酬条女嘅，好烦啊！即系有时系束缚嚟咯，呢个系倾佢啲八卦。你周柏豪嗰首歌啊，即系你最近的绯闻咧，即系周柏豪有首歌系话条女系即系成咩？系咪嗰首歌系咪叫绯闻？好啦，哪里走？我净系听佢好似嘅，咁咪仲惨啊！呢女。遲早散啊！即係冇話得罪講句，即係好明顯唔夾，即係除非你好中意聽啦 ，OK？ 即係如果你係咁啊，你係好中意聽我冇話我説，即係你有咁嘅傾向，冇嘢好講啦 ，OK？ 嗰啲冇拍過拖嗰啲話，可能好期待，但係其實即係點講咧？即係拍拖整體嚟講係美好嘅，我承認係啊，即係有拖拍。咁但其實每件事都有正面同負面嘅，係啦，即係拍拖你都兩年，咁你接受到咪 OK 咯？即係感情嘅嘢係一粒一突噶嘛，
係咪先？即係可能你咁啱就係你即係你中即係其實中意聽人呻，即係呢個係聆聽者啦，所謂嘅咁冇問題。即係你覺得 OK 咪 OK 咯。咁或者咁講啦，即係你條女反而係可以係咁講嘢咧，即係你哋起碼唔會 dead air 咯，即係有話題啊嘛。係咪先？都係好事嚟嘅，好事。我一個聯冇帶走曬呢班吳家富貴嘅。網上視像通話可以 set cam， 好低能咯、啊。其實我覺得，即係互相打飛機咯、啊，簡單啲講。即係你即係如果你同條女喺度 set cam 嘅話，即係你喺度戳，你條女喺度捽。即係我想話你哋有冇玩音 game 啊？我即係以前機鋪年代有首歌叫《大見解》啊。打咩打咩得得，即系无论打鼓定捽碟，又即系大见解。如果你系我个年代咧，听过。而家唔肯定有冇，系我太古大人都有嘅呢首，一定有大见解。你有玩？你但凡有玩音 game， 你一定有听过大见解。系啦，即系你同条女喺度玩 set cam， 一喺度玩，即系你条女捽碟，嘟嘟嘟嘟嘟嘟，睇佢又捽。打咩打咩打咩得得得得得。大劍波，你個大劍波，大劍波，你個大劍波，你個後尾越嚟快，大劍波，哇，出啦出啦 ，baby 我嚟啦，大劍波，大劍波，跟住捽碟，又喺度打鼓，又捽，又彈吉他，又捽碟咁樣咯。哇，上個上個好中意講上個，完全其實條女同你冇嘢講，你又仲慘啊！其實即係如果傾電話冇嘢講咧，又係好辛苦噶。我同你講，真係你兩個揸咗電話對。咪經常會發生，我唔知有幾多人冇拍拖啊！真係，即係你同條女講電話咧，好多時候十零廿秒沉默咯，但係又唔可以收線啦，係咪先？你又唔可以收你條女線，好尷尬。係啊，所以就係咁咯，呢個。咁你一個禮拜見兩次出嚟做咩？食飯啊！即係當然。即係性格、性生活嗰啲，我唔問啦。呢個就啊，即係你出嚟做乜就，即係純粹好奇咯。即係出嚟食飯啊嘛。陪佢講電話、打機，好難集中嘅。其實真係等於我做直播咧，又打機又講嘢咧，其實都你正常係集中唔到。譬如你三國殺你要記牌，你一定記唔到。好多時啱啱人哋打完嗰張牌，你唔記得嘅，因為其實打機好難，打機要分心係好難嘅。我想講，食下飯真係行下，好普通啊！兩年你拍兩年都仲 keep 到呢啲咁普通嘅拍拖生活，都幾勁。哇！後面嗰句廢話你唔使講，咩想爆第三次呢？在我角度，你爆兩次機戇居啦，就懶係懶曬名。我咁短時間就爆第三次機啦，幾勁！即係唔好曬名啦。我睇你都係成年人，係咪先？唔好講呢啲廢話。OK， 食飯行街睇戲，喂，有咩戲睇啊？講真，我係唔中意同條女睇戲。如果即係我拍拖咧，屌你上網睇啦，睇戲比又貴，係咪先？喂，你唔好亂嚟吧。即係講得睇戲係一個哇大禍到，想點啊？你想點啊？我劉明睇獨裁，出唔出嚟好咧？呢度哇大劑，如果我唔出嚟，但係我而家出到，我而家想出都出唔到喎，老細。而家喪失咗理智咯，點辦啊？我死啦！佢而家冇佢冇理智，好麻烦啊！桃园嘅嘢，哇！佢仲有把 AK 喺度啊！哇！我都好耐冇拍拖咯，讲真，真系讲真嗰句，我都费事数我几多年啦，真系唔敢想数啊！好啦。即係我就諗，如果我點講咧？即係有，如果我而家呢個時間拍拖咧，真係我真係唔知有咩可以做嘅。其實，即係我啲係脱節嘅咧。其實，係啊，即係我同呢個年代脱節咗啦，已經係。真係咩做拍拖真係唔知，可能係老夫老妻啦，已經係。
系啦，基本上可能真系可能吓亲人咯，即系可能你而家拍拖系要谂点样替第时结婚啊，或者系点样过人世，已经唔系嗰啲拍拖拍散拖嗰啲啦，其实都唔会太浪漫噶啦，你都唔使知道有啲咩好浪漫，即系带你去，或者带你去迪士尼咁样啦，他约我去迪士尼。同埋最麻煩係點講咧？即係 WhatsApp 嗰啲都得嘅，都但係有時同條女講嘢好避忌啊嘛！即係你同 friend 講嘢可能係講得比較 casual 啲，但係同條女講嘢好奇怪咯，唔知點講係啦。啊，不過算而家諗太早啊！大群，而家諗呢啲嘢太早啦，係啦，都係唔使諗啦，所以決定。咁啊，有呢个世界不嬲有钱，你少好多烦恼啦，系咪先？你有钱有楼，已经少好多烦恼啦。哇！呢个华佗系咪傻啊？咁样插法，蚀桌啊！冇啦，呢个华佗死咗啦，华佗 certified 唔使理。张国换牌啊！问题我而家呢一场我要庞德知我身份先啦。如果庞德知我身份就好打，因为如果庞德唔知我身份真系压我咧，咁我就好麻烦。都剩咗个办法嘅，我可以读庞德阴 Q 佢，即系庞德走晒有一定嘅威力。其实大群要成立好麻烦啊，因为大群要成立一定要有核心喺度。以呢个情况嚟讲，其实大群嘅核心就系孔融或者马腾。想讲以前会指接花俾女朋友，而家唔兴啦。你中学生都问边啦，讲真，中学生沟女你都问啦。而家你谂下，如果你条女系大家都出嚟做嘢 ，OL 卅岁咁样收嗰啲咩？攞個樽，跟住接咗好多紫星星，我屌你咪兜嘢掉 Q 嘅，我每粒星星入面都用紙寫低咗啲信息俾你嘅，係啊，好有心機，我食屎兜嘢掟落街，我話你聽。你嗱，你問下啲女，如果你女仔收到啲咁嘅嘢，你有咩感想啊？點點點，即係你中學生咩？喂大佬，即係你送啲實用啲啊！即係我真係唔使要你送名牌咧，你送個可能係八達通套都好啊！講真，即係實用少少。即系唔好搞嗰啲咩紫接花啊，啲咩紫鹤嗰啲咧，死即系瞓之远咩？但系我哋曾经有一个年代咧，即系中学咧好兴，即系中学定小学咧，咪好中意接星星嘅。你哋有冇经历？而家兴唔兴啊？啊，即系攞啲纸，唔知即系女仔好中意接嗰啲五角星咁样啫嘛，劲靓。大学都甩，其实大学都问噶啦，讲真唔得噶啦。啊！即系咁样沟女，今时今日咁样沟女未够噶。系啊，我自己觉得真系唔得咯。中学接都问嘅咧，其实而家啲女，喂，而家啲女成熟咗啦。因为庞德都系我哋呢一个离线。唉，希望我下家各可以挡一挡司马啦，系啦。我玩命式嘅，玩命式流牌，一条手绳几千蚊，呢啲女我唔沟啦 ，sorry。嗱，其实正常咧，好老实讲，我觉得有时咧，即系呢个网络就太过贬低啲港女，唔系即系。我港女嘅意思，我想幫，即係太過貶低啲女仔，成日都話啲女仔要幾千蚊嘢啊禮物嗰啲咧。喂，講真係某啲女仔係極品，其實大部分以我認識嘅女仔咧，其實好少話喎，即係好少話咁市侩話掉條仔送啲乜嘅。好老實講，同埋好多女咧，真係同你拍拖咧，通常食飯都 AA 制嘅，即係正常啦嚇 ，OK。
系啦，所以我觉得有时某程度上系太过贬低啲女仔咯，即系讲到啲女仔系乜乜乜乜咁样。好啦，你自己你要整话穷人好难沟女咧，你本身戴住有色眼镜啫，其实。吓、啊，呢、這、一个我觉得你自己本身戴有色眼镜睇女啫。你都未溝到條女，你又知條女，你又知條女好時攰，我想問下。好啦。即係啲女仔唔會話拍拖之前就講到明話食飯要你請啊，乜乜物物啊，即係要咩禮物嗰啲。大時大節你請好正常，你咪冇請咯，係咪先？咁我覺得呢啲咁我自己覺得基本嘅風度呢啲係好正常啫。你諗下聖誕節或者情人節出街食飯，你大佬你唔通真係 AA 制咩？即係條女肯我都唔制嘅，其實如果係咁，我寧願真係嚇、啊、真係唔食咁樣，真係唔食好過啊！講真嗰句，即係你自己咁度縮嘅話，你窮到。即係你窮到大，你窮到節日同條女食飯都冇錢喎，大佬咁你真係唔好溝女，你真係冇資格溝女，即係等於窮人你都唔好生仔一樣啫嘛，即係呢個道理，係咪先？即係最起碼我身邊嗰啲男仔 friend 嗰啲老婆或者女朋友，我真係未聽過話係要去送啲乜送啲物咯。講真，即係你有機遇，你最基本嘅嘢做到就得㗎啦。其實，即係男女朋友，我覺得就係嘛。咁唔通佢同你開房，你要開房又同你 AA 制咩？大佬，呢啲大家都心照啦，係嘛？即係去百佳都要 AA 制咩？唔通好啦。出到嚟，嗱，司马佢有图嘅条友，都系照队嘅。就到唔惊。黑牌唔留得嘅，其實，因為我留黑牌咧，呢條友都會搞喎。好啦，咁啊，呢個睇嚟啊 ，Panda 話我唔識讀 ，Panda 話呢一個，哇，個命啊！呢條友側田啲歌迷。但佢咁样仲好，一兜嘢读落去，读佢老母家令。但诸葛亮，你觉得诸葛亮会唔会帮蒋任开无邪呢？诶，全部死啊你！好。顶。唔得喎，殺唔到司馬喎，諗下，我殺唔到司馬嘅喎，因為蔣任有呢一個乜鬼喎，蔣任有圖喺手喎，殺唔到佢。開幾音都係講，等陣。读唔得完咩杀啫？白痴，嗰回合内先系完杀啊嘛，大佬！即系今时今日正完杀，但系我回合内就系完杀一输咯。呢个其实读唔读都死嘅，不过老实讲，因为佢反正五个田喺手咧，点都赢。因为系一定读唔到嘅，其实即系基本上，因为我知道蒋任系名图啊嘛，蒋任一定够嘅呢个位。哇！谁就胜了？哪
其实原杀的定义好易理解，即是你稍微想清楚字，唔使我都费 Q 事解释啊。即系自己回合内呢，自己回合内呢五个字，即系一系解释晒所有，都唔使多讲。佢呢度一定要防晒，个千瓦一定要防晒，冇办法。喂，救命！佢一定要保我，因为群雄一定要保住我。但冇牌毒人咯，玩完。因为诸葛亮都几狗，诸葛亮朱元璧合唔够咧，吓佢唔 Q 狗都劲狗，但系群雄崩噶啦，即系群雄要群雄死剩我，诸葛亮，喺呢度收两张都抵，呢度收三张抵收，即系蚕食自己人嘅灵魂，我哋收牌啊，都其实抵嘅其实。哦，掌印真系枉作小人。快啲啦，木嘴！快 OT 咗啦，我想收工啊！其实而家冇咁眼瞓，开台前开台嗰阵时真系劲眼瞓。哇，啡啡色。咁听日使陪女啊，啲人嗰啲木嘴星期六星期，其实星期六陪女系蚀嘅，讲真，因为星期六出街咧，可能又多人咧，啲即系又贵啲，即系。星期六，我想话星期六夜晚食饭系咪贵啲嘅？应该使唔使啊？即系餐厅，同埋你拍拖拍耐咗咧，你都唔会餐厅食噶啦，系嘛？应该即系唔使好似系啦，有咩食啊？讲真，即系好辛苦。其实同条女出街食饭好辛苦，即系食得太 cheap， 你又唔好意思咧。但系食得太贵咧，大家即系条女同你拍咗年几拖，佢大家知道你咩经济状况嘅，其实。使啦，講真，我而家玩2077咯，我諗短期內都唔會轉 game 咯。2077起碼都玩到一個禮拜，即係要去到冇 game 玩嘅地步，苦悶嘅地步先至考。哇 ！GTA 就睇下點啦 ，GTA 睇下點啦。即係萬大事都應該係等住佢真係咁成炸牌，但係冇火攻真係慘。即系 GTA 系睇下2077玩完之后睇下点，有冇 game 啊？但十二月好似冇乜大 game 喎，好似冇乜大作。好，我惊唔过系周太。要攞翻三张。睇定啲先啊！其实呢个位唔亮咧，唔似熟角。你哥呢个知己知彼睇，唔使睇。唔睇，因为睇唔睇好啊？哎 ，shit！真系阴咗，点真系咁啱个男？周太 ，OK， 喂，唔好意思，头先唔好意思，系啦 ，sorry。要想挂点都冇得挂。要旁得即系七咗算啦，嗱声躝屍趌路啦，大佬。屌啊！即系你又要，我想问爆发疫情系佢会锁咗喺栋大厦定点啊？点样？即系譬如你栋大厦如果有人确诊咧，咁啊点啊？不过而家香港会锁人嘅，我想问下。俾个机会重新啦 ，rebrand。
喂，條友中咗死亡筆嘅 ，OK。我去咗毒，原來係會 hold 住啊！我以為我毒會 recut， 即係我以為佢個毒會 cover 咗添，頂啦咁就咁 PK 啦。哇！呢、這個要大佢啊，搏佢，搏佢冇佢冇距離。要呢一場硬係收唔到人頭。應該都是盡頭啦，我生命已經去到盡頭。不是所有人在家人都不准出，什麼叫不是所有人啊？客人問好。即出街還要問個老豆老母啲咁嘅底，你冇街出啦。我係你老豆老母都唔俾你出街啦，講真。係啦。即大家可以回憶一下你有幾耐，你有幾耐係出街係點講啊？即係對上嗰次你阿媽唔俾你出街係幾年前啊？我已經唔記得咗。其實我由中學開始，我阿媽已經係冇理過我出街嗰啲，因為我本身都唔會太夜翻嗰啲咯。我細個最中意都係因為細個冇錢買主機咧，多數都係去人屋企玩機。唉，終於可以收皮。脱离呢个尘世系啊，终于。所以我咪就系话你对你谂下对上你阿妈唔俾你出街系几时？即系你出门口要问过你阿妈先嘅。嗰阵时系几中？嗰阵时系小学定中学？我中一开始，即系我中学开始已经系自由出街，即系都唔我阿妈都唔会点理，因为我本身唔系嗰啲太过够胆系。即係太有夠膽去做第二樣嘢嗰啲咯，即係我係一啲好怕死嗰啲人，所以我係冇乜嘢，係啦，即係話出就出噶啦，就係咁咯，等先。同埋我測試咗咧，佢呢一個三角殺嗰個預約咧，係啦，佢係要電話先可以預約到，所以我都係冇預約到啊，係啊，佢話送嗰個張春華咧，我係攞唔到嘅 ，OK， 要開閘一次食應該。哎，五次啊？點解？點嚟啊？哇！哇！哎，都有開三日，幾時先算見啊？我發覺如果咁樣，可能佢完成三次，睇下先可唔可以開埋先。我哋開埋個錦囊，開埋嗰個先。我呢排唔知係咪個生理時鐘壞咗咧？其實我八點幾已經瞓，我係八點瞓著咗已經。跟住鬧鐘係8:55響醒咗我咧，我馬上開台。係啊，其實我而家係10:007:00起身，啲癲腦啊！即係年紀大咗啦，我認睇下就真係死添啊！真係。我呢个年纪，成就算真系不幸离开离世咧，都去唔到异世界嘅。你谂下，就算最大，即系去异世界咧，最大年纪嗰个系咪工程师嗰个套啊？30几岁，得20几啫。有冇啲异世界作品系好似我咁老啊？系40岁嘅，你就算转身世界佬都系20几岁啫，大佬。即系我谂，即系我而家呢个年纪，就算死咗都去唔到异世界，好惨。所以如果大家即有哪些朋友想去異世界呢，趁你即係我覺得最近29歲要死嘅啦，即係講真，我唔係話咩，你超過29歲死咧，你去唔到異世界已經係啦。我而家已經係死咗，唔知去邊嘅啦。我有300元宝，世界佬嗰個20几歲啫嘛，如果冇記錯嚇，20几歲啫嘛，佢都係上班族嚟嘅啫嘛，佢係幫佢啊救。佢係好似佢救嗰、那個救嗰個前輩啊嘛，前輩車即係撞車，佢救推走佢啊嘛，好似我都冇記錯，好似係。佢有啲咩大叔異世界？有幾多睇過一套漫畫係，即係啲嗰啲即係唔起眼嗰啲咧，係啦。即係唔知點樣去咗異世界係做係打即係打工匠咁樣，即係鍛鍊係啊，即係揼裝備嗰啲咯，類似係啦。我唔記得套嘢講乜啊，因為。這個肯定，我肯定是這個，隨事來的，這個叫貂蟬。
就是咁啦，系啦。话说我发觉咧，即系临尾讲埋咧，即系三国杀呢套嘢咧，呢只 game 咧，佢单抽真系好容易出，我单抽出嘅几率系高啲嘅，喂顶！哦，你大家见识好，即系我抽咗，我抽咗限定皮肤啊，就系呢一个 FBI， 睇下先唔见咗。你估下呢个边个咧？即系啲人都有名。我开头我第一眼见到以为系，我第一眼见到以为系呢一个咩孙老肉嗰啲咧。哦，跟住竟然系董伯，好中意黑猫啊！董伯系啦，呢、這个 FBI。有冇人知道佢史实嘅下场系点啊？董伯尚未及披，系咪好可爱咧？董伯，但实际上呢个系一个 bitch。佢三个无双八好似系有套九手嘅 Steve 上嚟，三个无双八好似有董伯啦，即系呢个有呢、這个。好，司马精食屎啦！大家抽到先讲啦，董伯。哇，唔得眼瞓，算啦，好啦，想准备收台。依个唔系有董伯嘅咩？传说，董伯冇。大家先夹夹啊！呢、這个，哇，即基本上董伯应该系八婆嚟。咁就系咁，好啦，我哋今日就直播嚟到呢度啦，辛苦晒，咁我哋听日星期六再见，拜拜。